哎，各位，今天的话我们要出门。今天的话是 Pokemon Go 的首日开档，好不好？全新的 Rush 五弹，基本上这一弹呢、啊，我敢讲啦、啊。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表啊，神兽比率大概是之前的两倍，比较不会发生，就是之前我可能玩一个下午是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对，偶尔我会去偷玩一下，虽然大家可能不知道，之前其实我在玩的时候呢，我那个时候玩大概是 X 喷吧，然后我会玩那一代是因为里面有一只宝可梦很喜欢，梦幻，好不好？可是当年的话，就算真的人太多，三个小时只能玩五次而已，我真的是玩不下去。但是呢，这一次我看卡表的时候，我发现啊，他们复刻了，好不好？以金卡的方式啊，所以今天的话，我决定来拼一个，就是首日。我们今天不限金额，只求梦幻下卡，好不好？希望可以再附带一些五星啊，毕竟这五星那么多。然后我觉得我不要再讲废话吧，因为我再讲下去，我怕等下那边排很多人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吧。哎，各位，我要先说一下啊，对我现在中场出来休息一下。其实刚才有打两轮，但那两轮因为对方有点太赶了，所以呢我没有录影到。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目前的状况啊。基本上呢，这一弹真的是随便打都是五星，好不好？非常夸张。虽然说是这么说啊，但是呢。OK， 一开始还是精彩的十八星，其实还是有一张厉害的啊，凯洛迪欧，好吧，就方有抽到第一张凯洛迪欧，啊，其余部分的话就蛮超高的，不得不说啊。但是呢，我刚才说全部五星不是说假的，啊，我先投完十抽之后呢，直接先用大师就投出这个好不好？这是意外之喜啊。目前呢，里面的战况的话，我直接跟大家讲一下。现在目前的话，因为我现在出来休息一下，现在目前里面状况约莫是有出一张歪鸟。对，有歪鸟已经进盘了，梦幻。所以呢，我只能说啊，这一次的全五星名不虚传，好不好？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，有位大哥人好啊，比我还早到啊。希望那位大哥啊，已经希望把这两张全部都刷出来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今天的话，基本上啊，我们光手弹虽然还没打到啊，但是我们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金卡的梦幻跟金卡的超梦玩起来大概什么感觉，好不好？这是借的，我这不是我的。然后呢，并且的话，他还有再刷出一张歪鸟，歪鸟的话好像是这一次蛮强力的一张卡片，可以在首回合的时候发动两次攻击。所以呢，如果假设你要速刷这张卡，我觉得应该是。是不可或缺的，因为还有一个阿尔宙斯，等一下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些卡片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回去继续打吧。Let's go。好，最奢侈的玩法，版面上先全部清空，全部清空，出梦幻就是不要省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哦，哦，哦。对，开弹首日直接把梦幻拿下来。这手速，进行了 ，Go！ 这真的太不错了，冲冲冲！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。你要打五星，就是压力会比较大一点。OK。啊，可惜，没事。没事。马马虎虎，轻轻松松。第一招式。第一招式。再见。我跟你讲，这一次一定中了，你的梦幻要来了，简单。哇，这個！喂，好有，来搏击。好啦，现在啦，超级会跑的球啦。OK， 谢谢喽。一下，两下。妈妈，有一拳卡尔。哦，三三草。好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哎，
是我按错字了。啊！对，幸好我还有台币。我管。Nice。正常十，正常，没错，预设都是十，对，预设都是十。我们有上去撞，对，预设就是十，对，不用担心，简单，简单，十是正常，十就是正常，对。OK， 马马虎虎，谢喽，我死定了。哎，我发现好像真的需要看克数，就是克数克超严重，你要打超久。当神兽主还是要学一点克数，不能太无脑。阿斯把红掉了，有鸡蛋厉害。阿斯过来，没道理案子，这是超梦哎！啊啊！不要 ！OK， 谢了，全倒。全打！大师时间，有了哦，再见。伊菲尔塔尔，你是我的。有金叹号，先看一下。好好。梦幻路。一招秒杀，一招秒杀，没错，太神了！没事，没事，一定中！一下，六下，看一下有哪一些。哎，各位，又来到我们的中场休息时间啊，真的是太累了，好不好？基本上呢，我们现在啊。哇，屌的嘞！过程中我省掉一些，因为有几场刚好都没有遇到梦幻，所以就被我省略掉。但是呢，其实出几张还蛮有用的卡，妙花我就蛮强悍的，皮卡丘而且是立卡，美洛野塔这样的话只是单纯我觉得它很可爱而已。哎，这次有副歌我觉得蛮棒，歪鸟我们也打到一只好不好？哇，这一次真的是连出哎，好夸张哦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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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Let's go Let's go Let's go！ 有了。梦幻啊，超梦，没事，哇，超梦也是轻轻松松啊，超群，nice。好，再见。哇，好难下，我的天啊！没料。大草丛。啊，没有闪亮。发亮。哇哇哇！哇哇
单。嗯、没事。好、哦，幸好刚才不是大四时间，不然就疯掉了。你是一个坚持啊。两个，三个，我的。哎、欸、喂。确实确实。哇，这句太扯了。差一点，梦幻，梦幻，梦幻，哇，哎、欸，可以，那个罗芝麻，每个心啊，哇！正常时。结束 ，Go！ 行行行，拜托，一次就好，求求你！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哇啊，太爽了！那么我先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目前状况，现在目前的盘上，因为我现在快没时间，盘上面的话有两只梦幻，对，两只，好吧，非常的夸张，两只一只都不出，反正出超梦，奈克洛芝麻也有出现，并且蒂安西也出来了，好吧，哇，你知道这一次五星真是连发，非常的恐怖啊！我是希望可以至少再打一只出来的话，如果最后真的时间来不及的话，我们就最后再来个二十抽好了。梦幻，梦幻，奈克洛芝麻好像也可以。雷吉奇纳斯，吼吼吼！正常精灵球，哦，雷吉奇卡斯，一下，哇，哎喂，哇，708，708，三、四、五，哇，红色，红色，红色，梦幻，梦幻，梦幻，拜托，梦幻，梦幻，梦幻。梦幻两只梦幻 ，nice！ 哇，打了那么久，梦幻队再来，终于再来了！啊！啊轰炸！哇，超级球！加油！一下，两下。三下，第一种，第一种，第一种，好，不开心了。是精灵球。啊，应该不会中啊。一下，两下。华为。梦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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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梦幻。哎。剑奇，来一罗一 ，nice， 好，没时间了，直接开课吧，快传，收钱，来。加油！来来来来来！哇！太紧张！歪了，脚是歪了。
卡丘。桃园区的。啊，哎，可爱哦。怎么样？第一发。啊，可惜。我快爽完之后呢，我才发现没电了。所以呢，这边的话我就直接给大家看结果发表，好不好？最后的三轮啊，来，我们来先看没录到第一轮啊，白白的一片，好不好？第二轮的话大概是长这样，好不好？来了金卡，金卡的话皮卡丘，不要怀疑，就是当天没有时间抽开始变多，所以呢，这是我最后一抽时间抽了梦幻，好不好？哇，有没有？真的是在最后最后最极限的时抽。梦幻终于出来啊！对，这张是我自己买，毕竟我都带回家，超可爱哇！其实不得不说，我这一趟真是打蛮多五星卡，虽然有两张雷吉奇卡斯啊，真的超不爽，好不好？你掉一个奈克洛兹玛我也开心，因为呢那里面也有奈克洛兹玛，也有蒂安西。但我能理解，因为他们刚出来，又下卡有点难啦、啊，所以呢我是出了两张雷吉奇卡斯，再次超猛哦，超猛这样真的超爽啊！最后六十连跟大师时间掉的伊菲尔塔尔，然后阿尔宙斯两张这样，所以呢基本上这一次我个人觉得，你肯去玩的话，我们今天大概打了。大概100张啦，给大家参考一下，五星率近乎 10% 啦，所以呢整体我觉得玩起来体感上是有大幅度要求吗，算是很推的一单，而且这次梦幻复刻超梦复刻基本上真的是超豪华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所以呢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跟 Pokemon 完整开箱路线，请发弹幕小姐，拜拜。